咕噜咕噜，爱霞，我是袁明浩，我是赫哲族。作为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，我们赫哲族只有语言，没有文字。刚刚奶奶教我的就是赫哲族一马滩说唱，是赫哲族一项独有的口头说唱艺术。老人们说，它是记载着民族传承密码的教科书。连习爷爷都说，一马滩说唱很有韵味呢。2016年，习爷爷来到我们通江市巴萨赫哲族乡巴萨村，那时我才5岁。虽然我那时还不懂习爷爷说的赫哲族历史悠久、文化丰富是什么意思。进入了学校，通江四小。全校有1000多名学生，赫哲族有3人吧。除了日常课程，学校经常会将赫哲族文化融入到我们的学习中。今天的美术社团，关老师正在教同学们做鱼皮挂件。我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一下赫哲族，了解赫哲族的历史和文化。当然，我自己也要多多学习。啊，谢谢国罗，我给爱耶，肩负天地，杀国必然。